好，那刚刚呢，你会发现哈，它往右边是正常的，可是往左边它会倒栽葱，对不对？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旋转的方式，这个地方，它没有被设定。那预设呢？预设都是可以，就是这个各地的意思，就是可以绕一圈的哈，面向什么方向都可以。所以它面向左边的时候，它会倒过来。那如果你只希望它都是保持正的姿势，那你就让它设定成左跟右。 它只能左转右转，好，那我把它放在最前面哦。好，因为这设定只要做一次就好，不用一直做哈，所以放在最前面。好，现在我再重新执行，再看一遍，有没有？它就只会左转右转，它就头不会倒栽葱哈。好，再来，头发会动是因为它面向左边跟面向右边哈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希望它永远都是这个长相。 啊，不要连左右翻都不要，那就是不要旋转，好，那它就会就是用这个方式一直在移动，那它样子就不会变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个人要不要旋转的问题。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哈，等一下，我们用另外，我让它一直转，来，各位看一下啊，我让它一直转。 来，我让它一直转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有什么用啊？好，那你那个程式如果不想执行的，你直接把它拉开，它就不会执行，好，它就不会执行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执行的就只有这一只哈。好，我现在让它不要旋转，然后我这边让它一直转，我来顺便走个十步，边走边转哈。好，你来看一下啊，它会变这个样子。 然后它因为它不要旋转，它就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直转。好，如果呢变成左右呢？来看一下哦。老师，它有左右翻，有看到吗？当它往左边的时候，它是有左右翻的哈。好，再来。如果它是各地的话，它就变这样子哦。好，因为它可以朝向每一个角度，啊。 好，所以这个是旋转方式的设定哈，来各位试一下哈。